起来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将膝盖交互抬高，触碰 Rico 吗？这是从大腿延伸到臀部的伸展运动，脚踝的伸展运动。抬高脚踝内侧，触碰 Rico 吗？抬高背部的伸展运动。大步踏出，将身体重心往下移。踏出脚时吸气，收回来时吐气。脚尖笔直朝向前方吧。双脚的侧身伸展运动，拿起 Rico， 将身体往侧面倾倒。不要朝下，好好往前看。辛苦了。
微微弯曲膝盖，慢慢回复身体姿势。